大家好，这里是破灭排球。2013年斯诺克国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丁俊晖大战老魔王埃伯顿。比赛第三局，丁俊晖突然连续三杆打进高难进球，最后一杆真是准得令人发指。解说直言小辉状态恐怖，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嗯，这也是证明了我们自己研发的一套系统是得到了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这个赛事的认可、啊、对对对，我们的这个台球科技也再一次站在了世界的巅峰。嗯，因为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以前是好球前半年的球啊，忘了，我们是有两家这个鹰眼系统来竞争的。嗯啊，但现在呢已经确认了，就是由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这套，的确啊，在我们现在转播的时候，经常会运用到的这套鹰眼系统，大家，球迷朋友们应该是，确实是算是受惠啊。对，这个看球啊，看得更明白。对，不仅如此，这个鹰眼系统呢，还应用的非常广泛。对，同时呢，还是国际台联呢，也是认可它作为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的考评系统。嗯，这也很厉害。对，这也是经过多年的中国台协这边的研发啊。嗯。那么在这次成都国锦赛也的确是，在我们现场，也专门有这个互动区域和这个球迷啊，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这套系统。嗯，我看见好像这两天庞指导老在这附近溜达。对，另外朱茵好像在主持这个事儿。没错，嗯。那么成都的球迷的确是非常的热情啊，这个参与的也很热情。哇哇，准啊！嗯 ，seven。这个状态确实有点恐怖啊。嗯。Thank you.